很多朋友都看到过一些关于军人的电影，电影里面的军人看上去都英姿飒爽，无比震撼。说到军种，在我国有很多种类的军人，除了大家熟悉的海陆空部队而外，还有很多大家都很少听说甚至是没有听说过的部队。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支最帅兵种，他们就是国旗护卫队。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前身为武警天安门国旗班，早在1982年起，他们就正式担负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，当时还比较小众，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。到1991年，该国旗班扩编为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，从此他们正式的进入大众视野。每当大家看到天安门广场国旗升起时，就是这一群标准的帅哥们英姿飒爽的将国旗升起。如今这个习俗不仅仅咱们国人很关注，也吸引了世界各地来到北京的游客的目光。国旗护卫队在队伍选拔上面是十分严格的，新兵其身高不得矮于1.8米，而且思维敏捷，四肢协调。除了身高之外，还有几个硬性要求，那就是脸型、脖子长度、肩膀高度、腿型。之所以在电视剧里面看到他们不管是身高、步伐还是模样，那都是一致的，那是因为在挑选新兵的时候就需要满足很多硬性的标准，这个选拔标准可以说比模特的选拔还要严格，所以他们一走出来能不帅吗？这群帅哥并不是花架子，除了长相出众以外，对于专业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他们的日常训练并不轻松。不过我们威武的战士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地练成了今天的成就，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国旗护卫队的威严，在外国人眼中，他们展示的就是我国大国形象。